对，这个结节我就强烈不建议等，因为它第一个呢，复查还存在，它是个肿瘤结节，我们看到里面有空泡，黑黑的，一两个，对，这两只眼睛看到了吧？这边界很明显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有实性的，看这白白的就叫实性，就是实性密度很高，所以这个结节切下来，可能还会报浸润癌。然后呢，你看为什么判断它实性？看到吧，纵隔窗能看到，它不是一个纯膜玻璃，所以在对于这种情况，大于1公分，实性成分又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是建议你一定要做掉它的，不要等啊。啊，这是有危险的结节。